很高兴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同时谈一谈我在研究这个党史以外的一个心得。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个，我们应该说是一个有点枝节性的一个研究。那么涉及到了许许多多参加中国当年的，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无论是毛泽东的革命，那不管哪一种革命，那么很多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么互相之间又发生了左和右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激烈的冲突和矛盾。特别是到1949年，那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危机。那么究竟是选择留在大陆跟共产党那么建新中国，还是跟蒋介石去台湾，那么或者是干脆既不留大陆也不留台湾，去美国留香港，那么选择自己的一条他们所认同的一条道路。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是整个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的问题。那么也是我在研究中共历史，从1920年代，然后一直到1960年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来考察参加中共的大批的人，以及大批复合或者追随中共的那些知识人或者读书人，那么他们的这个心态、心路的历程，那么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时候，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因为在做中共历史研究做到1949年以后，那么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因此我就前年出了一本书，叫《忍不住的关怀》，那么专门想通过一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做一个考察，看看那么他们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路历程。那么由于这个考察使我思考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在这里也跟大家想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看法，但是呢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说实话应该说我们能够想到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无数，那么他们每一个人的情况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我后面也会提到，其实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究竟什么叫知识分子？那么什么人算知识分子？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这个学科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也会对这个问题稍微做一点我自己的一个说法，一个提示。那么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先讲一点题外的话，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看这个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那么我认为首先第一个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换句话来说，就是看这些问题的话，首先要从历史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站在一党、一派、一族、一国的某种立场上来看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要想理解当年的那些知识分子，一定要回到当年的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当中去了解他们处在那个时代，那么他们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的所有这些知识的构成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怎么样一种条件。那么从这个问题出发，先讲一点比较八卦的问题，那么大家很容易理解。首先第一个是讲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一种乱象。那么这个乱象，我想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那么也有太多的事实，我们在报纸上、在各种各样的这种网站上、网络上都能看到很多很多。那么但这里面呢，比如说我这里面举的一个例子，主要举的就是当中国的这些游客，中国人开始有了钱了，开始富裕了，开始能够到国外去了，那么到外面去之后，那么他们和外部的文化和外面的文明发生碰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几张图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会发现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那么甚至我们很多的报刊、我们很多的宣传机关在大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人到国外去很多情况下会不受欢迎。那么那么多游客带着那么多钱去买那么多的外国的东西，那么带给国外或者带给境外很多很多的这个物质的这种实力，那么为什么还会遭遇到那么多的批评和谴责？
然后还会甚至会受到很多外面的人，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说这个外面的海外的人，比如香港，比如台湾，未必就不是中国人，那么还会受到他们的抵制。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我想的话，我们这里面举的这个例子，大概这张图大家我想可能有的同学应该清楚，是有个叫丁锦浩的一个东北的一个小孩，大概就是刚刚上初中一年级还是小学五六年级，父母带去到埃及旅游，在埃及法老的那个雕像上，铜刻的雕像上，在上面用那个刀子划出了留了一行字，叫丁锦浩什么到此一游。那这个事情引起埃及方面的抗议，引起当地华侨组织的抗议，那么然后中国的报纸也报道了很多，然后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满。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没多久，同时还是在下面这张图，也是在这个埃及，也是在法老的那个墓的过道里，那么专门人家贴了一张这个禁止往墙上画的中文的一个说明，结果呢，你看中国的这个游客在那个禁止往墙上画前面加了个不字，然后在底下专门写了个我偏画，看你怎么办。那么类似的这种情况，当然这可能比较个别，但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东西呢是一种习惯。我们大概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记得台湾的一个叫我忘了叫东，不叫东，不是东海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中学的一个校长，一个中学的校长，他专门那个写了一篇东西，讨论大陆和这个日本那么两种文明的这个情况。他其中提到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在日本，那么比如体育馆看体育比赛，看完比赛以后，那么全场的人都撤了以后，地上没有一片碎纸，更不要说什么塑料袋什么这些东西。他到大陆跟大陆的人一块看这个体育比赛，足球比赛，完了以后一走了以后，满场全是垃圾。他说就光是这一条就能看出，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文明程度还相差太甚远，所以他特别希望大陆的这个国民素质能提高。他写了那么一篇文章。那么但是类似后来的情况，2000几年以后，中国的这个游客越来越多的往外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陋习带出去了。那么这种陋习实际上我们在大陆天天都能看见，只不过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但是到国外以后，或者到了境外以后，你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它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我大概是90年代开始就是经常去香港，90年代和2002年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人本身，那么他在英国的这个殖民统治下，虽然就是97年回归，但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香港人那个规矩，就是他对法治的那个理解，特别是对这个行为规范的理解非常清楚。你比如说上地铁或者坐公共汽车，他们一定是排队的，没有人堆在门口堵一大堆。那么同样比如上电梯，他一定是站在右边，如果他不往前走的话，他一定是站在右边把左边的路空出来，然后有着急的想往前走的人一定是从左边呱呱呱就上去了。那么到了2002年以后，陆陆续续这些年，现在的香港的秩序已经变了很多了。这个变了很多，当然我们可以说很多都是因为大陆人，不见得都是香港人，但是我发现有些香港人也开始学大陆人的样子。换句话来说，地铁车站假如人多的时候，地铁车站就是那个车门的门口会堵一大堆人，你分不清哪个是香港人哪个是大陆人，总之一开门他就往里要拥。有些明明我能看出来，包括他说话我能听出来是香港人，他也是跟着那个人往里挤。因为本来他那个地铁门口他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地铁他对着一个闸口，那个闸口的时候，然后两边留出两条斜道，是让你排队从两边等在那里，中间留出一条双人道，是让人下地铁的时候哗哗从中间出，所以两边的人原来的情况是站在两边是不动的，没有人往里挤。
那么中间的人家下完了，大家往里走。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经常那个人还没下完，人就开始往上涌，然后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撞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大陆的这种风气它会造成很大一种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直接影响到香港人本身的观感。那么同样上面那张照片其实不是我想找的那张照片，是台湾报纸上登的那张照片，就是中国大陆的游客到他们那个山，那叫什么山我忘了，在那个山里小火车那个有通小火车那个山，然后在那个山里旅游的时候，然后中国的南方那个代表团，也不是代表团，旅游团，一排男的站在路边上小便，他们的导游劝说没有用，那么他们的那个台湾的游客看起来就很多人就拍照片，拍完照片发到网上，后来登在报纸上就开始大骂，认为让甚至出现什么陆客滚回去，甚至有人写中国人滚回去，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那当然他们台湾的这个相关的部门也做检讨，但是问题这种情况其实禁止不了，因为我是从北京来的，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我从来在北京没有见过在马路上站在马路边方便的，或者站在一个草丛站在一个树边然后就方便的，但是到了上海以后我发现到处都是。原来我以为是出租车司机实在憋不住没地儿去，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是如此，他找一个地方他就可以这么去方便。所以这张照片是哪来？这张照片是颐和园，是别人拍下来，在颐和园也是一群这个旅游的人，你看他穿的衣服还穿得挺西式的，应该是干部的样子，那你说明就是他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没地儿方便，那我就找个地方只要背着人就行。所以类似这种情况再加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发现包括交通规则，包括这个随地丢垃圾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人今天的这个文明的水平确实差得很远，这个文明的水平我们只是差得很远，很大程度上是和境外比，你到境外去，你去旅游，然后你跟别人接触，你进入到人家那个社会当中去，然后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中间这张照片是最近也是去年闹得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因为已经香港已经在闹，然后还居然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然后带着一个小孩，然后那么他那个小孩当街尿尿，不知道是干什么，反正是，但是他妈妈还是拿这个东西在底下兜着，但是当场那么多人，你看看来来往往都是人，所以被人拍下来，然后有人上去跟他理论，然后双方也吵架，那这个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所以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今天的这种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个是报纸上登的一些相关的，美国的、什么泰国的、巴黎的，那么他们那个旅游景点，用中文标示专门贴出来的一个那个告示，比如告诉你垃圾桶在哪，然后用中文告诉你请保持安静，那么用中文告诉你那个便后请冲水，如何如何，就类似这些情况，我们发觉至少我们知道，就是舆论，就是那个报刊的报纸的记者们，他们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们拍下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专门贴在网站上，包括发表在相关的报纸上，那么提醒说这些问题需要特别，要中国的游客要特别注意等等。那么这个也说明，就是哪怕我们说你跟法国比，文明水平差的比较多，因为文明本身最早的文明就从法国那些地方过来的，那么不如法国，这个可以理解。那么跟美国比呢？美国是一个相对来讲，在今天哪怕美国的游客在世界上也不会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好游客。那么即使这种情况，在美国，美国人也嫌你。那么你说跟他们比，毕竟是西方国家，你跟泰国比，泰国总不见得比中国先进多少。那为什么泰国人也是，人家就知道便后要冲水，你就不知道便后要冲水。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我这里先不讲原因，我待会儿会讲。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到，就类似这些情况，实际上确实存在着这个文明的差异的问题。
那么这是相关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包括应该怎么样注意不去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不文明的这种举动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还有各种因为这个不同的时间，然后到处在和国外的或者境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发生冲突的情况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那么刚才讲的是国内的关于游客的问题，关于国民素质的问题。那么现在这里的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国外，欧洲、美国，那么当然也包括非洲，也包括拉丁，也包括这个阿拉伯国家等等。那么我们也同样会发现，今天的世界，这都是2008年以后，2007年以后，陆陆续续在法国、在英国、在美国，那么。今年8月在美国也是闹得非常厉害，打得非常厉害。那么同样的话在非洲，那么特别是底下的照片，中间的是叙利亚的大屠杀，就是他那化学武器事件，然后死的大量的儿童，很多人。然后那边是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大家可能知道 ISIS 那个伊斯兰共和国，那么他们对异教徒进行集体屠杀等等。那让我们看这些场景的话，我们会哪怕在欧洲、在美国、在法国、在英国这些国家，他们也会出现同样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骚乱，还会出现非常多的严重的这种冲突。那么在阿拉伯国家，在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很多地方你甚至会觉得倒退到了几十年以前，那么甚至你可能会想象到十字军东征等等。那么这个是中国的相关的报刊他们所记录的一部分关于外国人也不讲文明的情况，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人不讲文明，外国人也不讲文明，特别是到中国来以后他们特别不讲文明，他们在法国肯定不敢这么干，那么他们到了什么什么英到了美国英国的话，他们也未必敢这么干。那么为什么到了中国他们就这么干？有的人站在长城上方便，有人当街冲着人冲着大街方便。那么这是中底下那张是高速公路上，也是在上海，就在上海，那么在高速公路的这个路边停下来一排老外也在这方便。那么同样这个到此一游，在长城上也很多老外的人用英文用法文用阿拉伯文，那么用刻在上面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很多。那么这个也说明老外里面同样也有非常多不讲文明的，或者说起码是文明习惯不好的那么这样一些人。那么由此就得出来需要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究竟是像汤因比像亨廷顿讲的，就今天中国大陆人和这个境外和这个香港台湾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关于文明的这个矛盾冲突，以及像欧洲美国，那么他们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和方方面面各种各样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种种的文明冲突，那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读汤因比读亨廷顿，我们知道今天流行的西方的关于文明的这个概念其实更多的是讲这个Civilization， 那么其实更多的是讲不同的文化的那种文明的那种冲突，就是它实际上代表了某种文化的那种结构，它本身并不反映一个先进一个落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文明，在中文里那个文明其实讲的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文明相对是对那个野蛮的或者对那个蒙昧对那个不开化。那么这里回到今天的关于文明的这样一个学术界的这样一个概念里，那么他更多讨论的，他谈到的是不同的文明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种文明都有他自己的那个悠长之处，文明和文明之间，比如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什么欧洲文明，包括非洲文明等等等等，印度文明，那么所有这些文明之间有差异，这些差异按照亨廷顿的观点，那是一定会发生冲突的。
所以今天的很多的冲突，那么如果从文明的这样一个欧洲的这样的学术的角度讨论的角度，我们会认为那么这样一个文明是不是本身就是应该存在这样一些差异，那么还是这个文明本身，一个是英文的或者说法文的那种文明，那么一个是中文的这个文明，这两个文明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会注意到，假如我们看今天看翻译的任何一个文明史，包括我们自己大陆的学者自己写的关于全球文明史或者各种各样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史，那个文明史讲的文明都是西方的文明，都是 civilization。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用那样的一种西方的那样一种观点，今天的学术的那种解读的观点实际上解释不通这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我个人的角度，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考虑究竟是应该纵向从时间的轴向上来看，还是从横向，所谓不同质的文明之间互相做比较，从那个角度来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这种看法。那么早先的西方学者，尤其比如像摩尔根是最早提出这个文明是相对于野蛮的，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蒙昧到野蛮然后到文明，这是一个过程。马克思基本上认同摩尔根的这种看法，但是马克思分期跟他是不一样，我们待会儿后面会讲。但是实际上赫胥黎是19世纪的思想家，那么人类学家马克思是18世纪的，是二十世，不，摩尔根是19世纪的，那18世纪的，哦，19世纪的，马克思也是19世纪的。那么他们是19世纪的思想家，然后赫胥黎包括那个除了埃利亚斯是20世纪的，那么他们基本上在前两个人和后两个人的观点是非常不同的。那么今天比较流行的观点实际上是埃利亚斯他们的观点，从社会学社会文化学的角度，那么他们谈论文明的观点，他们认为那种纵向的文明的比较的方法是不对的，他们更强调的是我们刚才讲的像亨廷顿像汤恩比他们那样的一种观点，不同的文明之间各有各的长处，那么各有各的弱点，那么西方的文明特别是欧洲的文明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文明。那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了就是我们稍微的考察一下关于文明的这样一个词的原始含义。那么首先如果我们看这个关于文明这个词本身，假如从法文的角度来看，那么它明明确确从17世纪开始，那么开始使用类似的这样一些概念以后，陆陆续续的基本上就是相对于就是在讲那么和不开化和野蛮做一个对比，就是讲一种比较高尚的比较礼貌的比较有礼节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一些方法，除了生活方式以外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那么这个是文明最早的一个概念。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些概念从最初来讲它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它是贵族化的，文明的产生那么和农业社会最初的比较原始的那种生存方式，那么相比它是从农业社会贵族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当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的，那么接人待物包括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礼节性的这种所谓的习惯，那么它是更强调一种文化的程度的，必须是受过教育的，那么经历过一些比较高等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熏陶的，而且所有的这种文明它基本上都是像皇室的那种生活方式包括接人待物的交往方式向他们看齐的，
包括使用刀叉，包括如何见面行什么礼等等等等，穿什么衣服，通通都是一套讲究的。那么但是文明这个词之所以在十七八世纪以后才逐渐开始流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工业化已经陆陆续续开始。那么从一个比较封闭的农业社会开始向一个现代的社会转型，一个当然是城市逐渐大规模的开始兴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有大量的殖民地，人员的这种往来交往，大量的这个所谓蒙昧地区、野蛮地区很多的这样一些人来到欧洲，或者欧洲的这样一些贵族、这样的一些所谓高尚的人，他们到了所野蛮的地方，到了殖民地等等，那么这个之间就出现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用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做了一个区划，你是文明的人，你还是一个不文明的人，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叫野蛮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文明这个词其实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条件，它的存在条件是和工业化有关，是和城市化有关，是和国际化有关。那么它所指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其实是进步。假如我们从后来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出发，那么他强调的是一个现代的过程，就是从一个落后的野蛮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逐渐走向一个理性的、一个开放的、也更容易相处的这样一种交往方式。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明这个词在十七八世纪逐渐开始出现，然后逐渐的开始流行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西方中心论，就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那些所谓的落后民族，那么西方人是不是对他们有一种优越感，是不是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这样一种生存价值观本身就是落后的，就是野蛮的。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很多西方人做反思，那么因为这种反思，他们开始怀疑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是不是正确。那么比如像赫胥黎，赫胥黎很早就已经开始对科学技术本身所带来的过度的这种消费、过度的这种发展已经开始产生质疑，他认为这种文明其实未必是好事，所以他对文明本身已经从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角度已经开始做反思、做批判。那么真的到了二十世纪以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学科、社会科学的这个门类大量的涌现出来之后，那么人们的讨论更深入，那么关于人类社会生存价值的这种判断、这种考虑、这种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个就直接导致对过去传统的西方现代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包括交往方式，那么都提出这个质疑。那么从这个角度，假如我们从刚才我说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当今社会所展现出的种种冲突，那么究竟是西方的那个今天的那样一种文明的冲突呢，就是观念文化形态的那种冲突呢，还是我们讲的这个发展程度上的这种冲突呢？那么首先我要强调，第一，不文明问题今天对于中国来讲，我们今天在谈中国的问题，对中国人来讲，这个不文明的问题它的本质肯定不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那个文明的那种观念之间的冲突。我想所有中国的，哪怕中国的游客到了海外，因为他们的行为然后招致了批评，他们自己未必心里是高兴的，而且很多中国的游客、中国的落后地区的人，他们也希望能够像城里人一样，也希望能够像西方人那样，那么融入到那个城市的文化当中去，融入到西方的文化当中去。那么他们也希望有同样的一种标准，对于自己来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不文明问题的核心或者它的本质，其实是社会观念进化发展程度上的问题，是个落后的问题，不是一个所谓的平等关系的问题。那么大陆的游客，或者说我们说大陆的国民，为什么很多人不文明？不文明的原因在哪？那么严格说来，我可以简单的举几个数字。第一，新中国建国的时候，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10%，就全部的中国的城市的人口加起来，那时候是4亿5000万，总共只有4000多万人生活在所谓城市，那个城市还不是我们今天这种大城市，包括县城也算城市人口，所以那样的一种城市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么建国以后，从1949年，然后一直到198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仅仅达到18%左右，也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的城市人口稍微有一点增长，比如78年是16，然后80年前后达到了18，那么陆续有了一些增长，那么这个增长的幅度也是非常有限。但是80年到2000年，2000年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30.6%，也就是说从不到20%，然后一下增了10%几，这样一个比例。那么到了今天，也就是去年2013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50%多，有统计说达到54%或者56%。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就是城市人口的急剧的这种扩张，它实际上带来的是大批的农民进城，原来是生活在农村或生活在农业社会的环境之下，没有城市生活的这种经历，那么这个过程直接影响到，那么他们进城以后，他们对城市的适应，我们说交通规则没有在中国大陆很难得到有效遵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批的农业人口进城以后，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去遵守交通规则，也不知道怎么你该不该遵守交通规则。我前几天去太原，好多年没去了，最早去的是90年代初，那个时候太原很小一个城市，也没有几条马路，就是一些老的房子，新房子很少。哎，最近去，我是前两个月去，发现到处都在盖楼，到处都在修路，但是问题在于，你发现那路修了很多，楼盖了很多，很多人搬到城里来了，很多人住上洋楼了，很多人开上汽车了。但是你上街，你看，带我在城里转的这个一位老师，你就会发现，大家都不太遵守交通规则。那不是行人不遵守，也不是骑小摩托的不遵守，开车的人就不遵守，那车乱开一起，到处都是车，随便停，随便哪条路随便变道，然后不该拐弯的时候随便打灯拐弯。等等等等，就你会发现那比上海就差多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城市生活本身，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对农业人口形成了很大一种压力，就是它要适应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它要经历很长的一个时间。我在读建国史，就是1949年中共进城前后的那些档案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中共是从1920年代末，我们可以说27年，他基本上就很多人就开始就去农村了，然后一直没有回过城市。那么他的中央的高层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也是到了30年、31年、32年，陆陆续续全都到农村去了。然后就再也没回过城，中共在城市的工作基本上就垮了。
你想想，从31年，假如我们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31年开始，然后一直到49年，你想这么长的时间，中共全在农村发展，中共的干部全部都是农民当中培养出来的，大家不知道城市是怎么回事。进了城市以后，很多东西不会用，自来水不会用，马桶不会用，沙发不会用。今天觉得沙发不会用觉得很好笑，你会觉得沙发有人不会，你不用往上一坐吗？他不是，农民的习惯是蹲着，到哪去开会吃饭什么都蹲着，北方农民。那么他们到了沙发上就感觉很奇怪，那个沙发怎么坐，没法坐，他们就蹲在沙发上跟资本家谈话，蹲在沙发上谈。那不用说了，马桶不会用那就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所以类似这些情况最后导致中共中央出台了很多办法。那除了让城市里的那些原来的留用人员教他们以外，那么带他们以外，更重要的一条是要大量的留用人员先帮助工作，因为否则城市的一切全不知道。这个对中共进城初，我们知道中共进城初最初的时候建立的是联合政府，搞的是统一战线。那么很多的部长，很包括副总理，包括副主席，不少人都是民主党派，都是资本家等等等等，就经过了相当一段过渡时期。那么在50年代初期，53年、54年开始搞过渡的时候，毛泽东他们就明确讲过，我们当初必须要用这些人，因为我们脱离城市时间太长，对城市一切都不了解，所以回到城市，包括大批的农民干部要进城，要让他们能够管理城市，要经过很长一段学习时间，还有大批的培养城市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请他们那么出来帮助我们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真正的农民进城到城里来，无论他在城在农村有什么样的文化程度，我们说的中共那些干部进城的干部，能留在城市工作的干部，都是识字的，只不过他们的识字的文化水平基本上都在初小，最多是高小，极个别的到初中那就算知识分子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种情况，那么那种情况所带来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这种后遗症，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到今天其实还在发生作用。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这样一个速度，农民大批的进城，然后在城市里，然后开始变成城市市民，然后开始到海外旅游等等等等，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些情况，你让他马上适应这个，无论是城市的生活方式还是适应海外的生活方式，那是不可能。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说，其实这个是一个过渡，并不是说只有中国才发生这个情况。大家如果读过这个雨果的那个悲惨世界，包括你看过他的那个电影，那么读一读当年的那些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那些所谓著名的文学，那些小说，那些小说大部分相当多的都在谈论一个问题，谈论西方工业社会刚刚开始起步过程当中，那么那种混乱，那种肮脏，那种腐败，那种人的那种欲望，那种堕落等等，就是我们今天所发生或存在的很多现象，其实在当年在英国、在法国，那么包括在美国其实也存在，它也是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只不过它把那过程过来以后，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所以实际上从不文明到文明，在这里面我们在谈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公共意识的问题，是一个从传统的私领域的环境下生活成长，然后开始进入到一个比如城市化的一个大量的人口互相不认识，互相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要一个在一个公领域当中遵守共同的规范、共同的法律、共同的
观念、意识。那么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培养，需要一个养成。那么这个培养养成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一代人甚至都很难做到，那么甚至可能要两代三代，逐渐逐渐去适应。那么当然有人有记者他们谈到说，新加坡用了很短的时间，基本上一代人的时间，20年，就把新加坡的华人全改过来了。为什么？他严刑立法。他最厉害的那个像鞭刑什么的，那非常厉害，谁都害怕。而且新加坡还有那种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你一旦因为什么事情受到，在公共场合下，因为行为，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受到处罚，你的工作就可能保不住。你工作保不住，你想换个单位很困难。那么而且因为你的工作保不住，你的所有的劳保福利全没有，你再换单位找到工作了，你还得重新再建。所以这个弄得新加坡人非常老实，没有人敢随地吐痰，没有人敢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违反公共道德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知道新加坡才多小，还没上海大，人口才多少，所以他在新加坡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去实行这样的一种管理制度，那也可能行得通，但是到中国来是肯定行不通的。所以这个一定是个过程。那么因此，所谓文明社会，其实它形成于公司权力和公司领域关系的一种严格界定。现代的工业社会，或者我们讲现代的我们讲的所谓文明社会，那么毫无疑问是尊重每一个人的这种私权利，至少是应该保护人的这种私权利，那么也允许你有一定的私领域的范围，但是你要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在公共的环境下，共同的跟所有的人，跟社会上的人共同生活，互相交往，要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你必须要尊重在公领域当中的所有的这种规范，所有的规定，所有的法律。那么要有这种特别强烈的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概念，人人是社会，那么大家共同遵守一套生活方式，实际上给我们每一个个人那么造成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发展的生存的一个空间。那么同样我也要遵守，我也要同样贡献给社会一样的东西，那么可以让社会的所有的人那么承认我的存在。那么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关的概念，相关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关系的问题。那么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我们看到，我这里不讲摩尔根，不讲更早的，我们看到就是假如我们说马克思，马克思就认为人类社会是有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只不过摩尔根讲的这个文明的过程是从现代人开始，阶级社会一形成，那么所谓他认为这个文明社会就存在了。马克思认为文明的社会就是指的我们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指的其实工业化以后的社会。那么所以不管马克思是怎么看这个过程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要经历过，需要经历一个从落后到进步，从野蛮到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那么同样世界上现在存在的很多很多问题，那么一定也有非常类似的原因。当然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也不对这个问题做一个绝对性的一个解答。那么我要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很多人认为欧美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跟人种的这样的一个差异，跟文化的差异有关，那么我相信这是存在的。那我们到美国去，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很容易能感觉到这种肤色上这种差异，那么在有些人的内心里所产生的那种异样的东西。那么同样由于
人种的差异、族群的差异所带来的文化的差异，各种各样的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这种差异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并不是决定性。实际上我觉得，那么我们今天去考察，比如法国2005年、2008年，那么英国2010年、2011年，那么美国2012年、2014年，接连发生的一系列骚乱，那么所有这些骚乱你会发现它很大程度上是发生于那个社会不够发达的、比较处于困难的那个社会阶层，那个阶层里面不见得都是黑人，也不见得都是拉美人或西班牙裔人，那么甚至也不见得是黄种人，那么其中也有很多白人。那么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的这个社区，以及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种能力等等各方面，那么不适应那个社会，特别是像法国、像英国，大量的问题发生在移民区，很多从非洲、从拉丁美洲过来的移民，那么他们到了这里以后，他们融不进那个当地的法国人的社会或英国人的社会，他们只能独立的在政府提供的公寓生活，那么他们找工作的范围也非常有限，这个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文化发展，或者我们叫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其实还带有过去的农业社会的或者那些不发达地区的那些文化特色，那么这个都直接的影响到族群之间的这种沟通。那么再有就是当今世界各国各族的这个发展差异其实非常大，不仅在英美内部、美国内部，那么如果我们把眼睛放到世界范围当中去，我们会发现这种文化的差异、这种发展的差异，或者我们叫文明发达的这种差异，那太大了。非洲的很多地方还处在一个部落文化的一个状态，还是狩猎采集的那种生活方式。那么阿拉伯国家包括亚洲的很多国家，那么也包括非洲的一部分地区，很多还是农耕式或者农牧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那样一个农牧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和工业化其实离得很远，和工业化的文化概念、理念、意识形态那更是离得很远。那么但是问题在于今天的西方社会、欧美国家或者说整个国际法所接受、所通行的不是部落式的那种道德文化标准，那么也不是农业社会所通行的那种道德文化标准，那么所有这些标准基本上都是按照现代社会、按照工业发达的这个欧美社会的道德文化标准、法律政治标准来制定，所以这里面的落差可以想象有多大。因此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冲突本质上其实可以说是现代工具的利用所促成的部落文化与农耕文化、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之间的观念上的、利益上的冲突、矛盾和冲突。那么这样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这些矛盾冲突，那么在今天其实是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药方的，因为这种差异、这种存在本身在物质不可能变，那物质条件不可能改变，不可能达到相同的水平的话，那么要想让人的观念文化达到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水平是不可能的。那么这里我简单的列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由于
生产工具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发展，那么它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同样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它的这个人群的这种聚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样按照摩尔根的观点，那么这样一种发展本身就带来了所谓蒙昧野蛮和文明的这种差异。那么越往前走，越到工业社会，那么包括农业社会，他认为那么都进入到了一个所谓文明的状态，一个文化发展的一个文明发展的状态。那么对马克思来讲，我刚才已经说了，那马克思的除了这个旧石器时代以外，那么以后的这个时代一直到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野蛮的社会。比如马克思认为印度，认为中国，马克思的著作里基本就认为是一个野蛮的民族，野蛮的地区。那么英国的包括欧洲的那种文化，他就认为是文明的，是现代。尽管他对那样一个文化文明本身他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是批判的，但是他认为中国的那种，印度的那种，那毫无疑问是落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它是一个历史，是一个线性，是个纵向。不管你是哪种文明，管你是非洲文明，什么欧洲文明，什么什么俄罗斯文明，不同文明的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我们来看它的观念的发展，我们会注意到不同观念不同的这种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直接导致了人的观念的发展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那么是有不同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比如我们说在原始社会，或者说我们说在部落时代的那样一种情况下，个人离开了部落，离开了群体是没法生存的，所以不可能有个人意识。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一直到古希腊，我们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会知道一样的观念，人离开了城邦社会也是无法生存，没有一个个人能够单独的去生存。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通行的是所谓整体主义。整体主义的观念很简单，就是部分是为整体而存在，没有个人的空间，个人就是服从于整体，个人就是部分，部分就是为整体而存在，那没有整体就没有部分。换句话来说，如果那个时候有所谓知识分子，那么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只是一种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的异类以外，绝大多数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那么基本都是整体主义者。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到了工业时代，工业社会逐渐开始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由于人的意识，人的这种个人权利意识开始启蒙，那么以至于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受到瓦解，那么出现了一种逆反的，在欧洲，在工业社会当中出现了一种逆反的一种观点，是讲个人主义。但是这种个人主义是以集体主义，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时空，很大程度上，那么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谈到民族国家的时候，和我们过去谈到的那个古代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个不同在哪？不在于边界，不在于所谓的主权范围的大小，而在于国民意识，在于政治认同，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属于这个族，你属于那个族，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国，参加那个国，而是一个首先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从人权平等的角度强调国民权利的重要性，强调国民对国家的这种要求和国家对国民的这种义务，相辅相成。换句话来说，古代国家就是我们经常讲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不管是谁，你反正最后你都是皇帝的人，你什么东西都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那都是皇帝欲取欲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工业社会启蒙时代启蒙思想，那么所推动的这种集体主义意识，那么它所带来的关于国家民族这样一种关系的本质的这种改变，那么直接造成了过去那种整体主义意识的这种瓦解或者受到严重的冲击。那么进入到所谓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六七十年代以后，陆陆续续，特别是到信息时代，我们会发现关于所谓社会个人主义的这种意识在抬头，而且越来越强烈。那么很多人开始对国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这种形式本身产生了疑义，那么他认为这国家的力量还是太强，所以出现了很多所谓社群主义的这样一种呼声，或这样一种研究，这样一种主张，还有一些人尝试做社群主义的这样一些运动等等。那么从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回到所谓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上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本身，那么它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显示知识分子并不是说单纯的有了文化有了思想那么就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古代的知识分子。我们今天如果说承认古代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古代社会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整体主义的那种知识分子，换句话来说，他们其实考虑的更多的不是今天现代的知识分子所考虑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关于国家的问题，关于整体的问题。比如像柏拉图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理想，就是想要建一个在哲学王的一个哲学家领导下的一个国家。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想要维持好，那必须按照哲学家的设计，并且通过哲学家和一些核心的人物的共同的这样一个出谋划策的管理，再让一批人去实行，那么最终大多数人才能共同的维护好这样一个小国家。所以柏拉图一生那么都想追求集权，由哲学家王，由他和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那么全权的来统治一个国家。所以在他的生经历当中就有了一个所谓的叙拉古的诱惑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他在雅典一直不得志，那么他一直想找一个地方能够实现他的理想，那么最终在那个时候在意大利的岛上一个小岛，那么有一个国王，那么要求他去，那么许诺让他来实现他的理想，用哲学的思维来统治国家。那么结果他去了以后才发现他被骗了，根本那个国王并不想用他来统治国家，更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他。那么经过一段以后，他最后灰溜溜的走了。但是过了一段，他的一个学生又告诉他说，那个国王现在又想用哲学的方法来统治了。那么于是又去想劝他过来。那么柏拉图在犹豫了很长时间。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柏拉图本身，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权力问题上，在如何实现一个哲学家那么对一个国家的全权的这种控制设计，那么他一直摆脱不了对权力的这种渴望，所以有所谓叙拉古的诱惑这样一个传说或者叫提法。那么很多的思想家，后来的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对
柏拉图有这样的一种批判，甚至认为知识分子基本上摆脱不了这样一种诱惑，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渴望权利，都渴望按照自己的梦想来设计国家。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在读理想国的时候，一个最强烈的感受，除了他的很多政治思辨的这种，包括对国家的设计，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包括他如何去使公民出力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设计以外，那么很重要能感受到一点，就是他的整体主义这种观念。他时时处处都在强调社会要分等要分级，那么时时处处都在强调部分个人和国家的这种附属的关系，每一个人必须服从于国家，那么绝对不能够倒过来，如果个人有意志，那么这个国家一定瓦解。换句话来说，他强调这个国家和今天的所谓现代的民族国家条件下，那么所生成的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所关心那个国家不是一个概念。那么苏格拉底，包括我们说亚里士多德，其实跟柏拉图没有太大差别，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一样，那么同样都是相信国家必须整体生存，那么一个人就代表一个国家，那么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国家的这种控制，那么也必须为国家服务。那么近代知识分子本身是受历史的限制，古代这个样子跳不出整体主义思维，那么在做政治和历史选择的时候，其实同样也有自身所生存的那个历史的环境的特点，那么同样也要受到那个时代的环境的局限。比如我们说16、17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包括这个康帕内拉等等，我们今天去看他们设计的关于未来的理想国，那么所有这些设计其实都差不多，我们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设想一种农业化的那种生产方式，每一个人过着在那个国家里或者在那个环境里过着最简朴的生活，最朴素的东西，那么使用最落后的东西，那么任何新的未来的期待的那些工业化的东西通通不存在，分配方式所有这些包括管理方式基本都是部落式比较原始，尽管是民主的，是议会式，但是更多的还停留在那个社会农业社会发展的那样一个后期的那样一个状态，那么他们想不出未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未来的科技工具各种各样的这种原材料，那么它究竟会发生怎么样一些变化。笔短的卢梭，我想我们非常清楚卢梭的思想，他是最早的，应该说是也是最激进的启蒙的思想家，那么他对个人权利的这种鼓吹，包括对人的解放的这种渴望，那么在他的著作当中是表露无遗的。但是与此同时，卢梭又写了争议很大的契约论，社会契约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又是在强调个人和国家的这种关系，个人一旦加入到或者你认同了一个国家以后，你就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于这个国家，那么必须把自己和这个国家结一体，那么必须牺牲于这个国家的利益，绝对不能跟这个国家的公义唱反调。所谓公义就是多数人的这种意见，一旦形成了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少数人
绝对不允许有个人的或者少数人的那种诉求。那么这个又使得二十世纪以后的一些解放思想家对卢梭又有所批判，甚至有人认为卢梭是二十世纪以后独裁统治、独裁政权的一个源头，就是他的所谓的社会契约论。那么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像我们在看同样跟卢梭同一个时代，那个时候美国独立宣言，那么包括独立宣言的起草人，那么杰弗逊，也包括美国当时这个所谓十三州的那个总统，联邦总统华盛顿，你会发现他们在独立宣言、在权力的问题上，他们写的清清楚楚，表达的意思也非常清楚。人人生而平等，1776年就是他们提出来，最早提出来，比法国人提的还早。但是，他们同时又是蓄奴者，家里养着黑奴。那么这个在今天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就是你既然讲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你还蓄奴呢？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从美国的这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哪怕是思想非常激进的这样一些启蒙者，他们的思想的局限性同样也非常大。换句话来说，他们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他们是黑人本人的人，不是那个意思。甚至为人人生而平等，那个人人生平等里面也不包含妇女的那种权利。因为美国的印第安人、美国的黑人，他们争取自己的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权利，又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美国黑人，特别是印第安人，至少经历了从1776年，我们知道一直到1866年，经历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然后才取得了所谓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在很多地方还是不可能平等。那么一直到1970年前后，换句话来说，又经过了100年，美国黑人才真正的享受到了所谓平等权利，至少是平等的选举权、平等的这个参政议政权、平等的工作权。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哪怕就是说这样一个观念形成，真要实现，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必须经过社会一代一代逐渐逐渐的去改变，是一个化的过程。那么同样我们知道，19世纪的马克思，他提出的设想比前面的人理论上要更先进、更科学，因为他毕竟看到了一个工业发展的一个时代，看到了那样一个社会。那么通过那样一个工业发展的那样一个翻天覆地的那样一个变化，那么他能够预想到未来生产力发展可能达到怎样一种程度。但是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本身，他一方面追求人的全面的自由、全面的平等，但是另一方面，其实马克思又受一个时代的局限，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平衡，因此他想到的能够用一定暴力革命。如果不用暴力，不去推翻旧的统治、旧的政权、旧的国家机器，那怎么能够实现所谓废除私有制呢？那么要废除私有制，夺取了政权还不够，那么你还必须要实行专政，那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最反感的那种专政。马克思相信，在一段时间内还是需要用的，所以有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这样一个提法，正是从他那边产生出来。但是既然要专政，毫无疑问对人的自由就是一个剥夺。但是马克思当时的观念是认为革命就必须，那么实现一个新社会的一个代谢、新陈代谢，那一定会像旧的过各种各样的时代的那个同时期都会，他一定会付出代价，所以这个代价他认为是需要付。但是他理想当中认为这样一个代价是很小的，
所以他把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叫革命的过渡时期，可能几年，可能十几年，他没有提时间，但是革命的过渡时期一定是非常短的。这只要把生产资料通通公有化了，阶级就不存在了，阶级不存在了，那么自然也就没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斗争了，那当然也就不需要所谓专政。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看到，就是马克思这种方法，他还是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19世纪那个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提出共党宣言那个时代，雨果先生，你可以看到整个那个时代，欧洲就是到处巷战，到处是斗争，到处是社会冲突，到处都是革命，到处都是战争。在那样一个时代，马克思所能设想到的解决方法也是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进入到工业社会以后，进入到一个城市化的一个大量的公共生活，存在大量的公共领域的这样一个时代以后，那么开始逐渐出现了大批的为公共利益、为公共的这个前途着想的这样一批人。那么这些人他们的一个本质的特点，第一，他们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良心，就是一个社会总要有一些人替一个社判哪好哪些不好。那么第二，这样一个判断一定要从理性出发，而不能站在一党一派一阶级一个整体的角度，那么一定是理性的。那么第二，所有这些考虑这些良心都应该建立在人的解放，是为人着想，不是为一个阶级着想，不是为一个国家着想，是为整个人类的未来着想，就像马克思那样。那么因此，实际上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首先，那么他是肯定是批判的，他是挑眼的，他是监督的，不是歌德的，那么也不是帝王师。因此知识分子一定是现代，是大众社会的产物，它是为公共利益、为公共诉求设想。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民族国家在观念上这种联系，那么其实非常多，我们简单的提示一下。第一个，就是因为现代工业社会其实是资本主义催生出来的，那么这个资本主义的产生，那么它是从所谓的个人主义，那么个人权利平等这样的一些自由意识当中，那么逐渐它通过这个市场机制等等形成的。那么资本主义本身的形成，它所造成的社会分化，那么又带来了压迫剥削，那么压迫剥削本身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不自由。那么因此知识分子所推崇的自由平等的观念，那么又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所谓集体个人主义，也就是我们说的集体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这种意识，国民的意识，国民权利意识。因此实际上在相当一段时期，18、19，特别19世纪以后，逐渐地被大家认同为是集体维护个人权利的一个共同体。所以马克思一直在谈共同体，只不过马克思认为在资本家控制下的那个共同体是不行的，必须把阶级打破，那么必须实现全民化的没有私利的那样一种共同体，那么大家自由结合。换句话来说，这个国家有点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民族国家最初形成的时候，或者说到今天，那么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参加这个国家或者你参加那个国家，你认同某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本身你在政治上你是认同它的，那么你不是因为民族的问题，不是因为文化的问题。所以做一个简单的做人类历史进化总区和现代知识分子形成的条件，第一是渐进的，就是我们必须，我一直在讲，就是研究历史的人无论如何不能急于求成，
那么甚至你不能够想象我这一代就能看到未来会发生一个怎样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实际上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这种演变基本上都是以千年为单位的，很少很少说一二百年整个这个时代整个就已经改变了。那么时代改变，物质条件的改变，观念性的改变，其实差得还很远。再有一个就是社会的进步是阶段性的，它是由野蛮就比如说蒙昧野蛮王道文明，文明可能还分初级和高级，总之你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然后来试来看来观察。这有一条必然，就是人类社会无论怎么反复，社会发展或者整个的时代的这种演变，让你觉得出现了怎样大的历史倒退，那么从总的发展趋势来讲，进步还是必然，逐渐从野蛮走向文明还是必然。所以进步性这一点是要以人为本，从整体到集体到个体。那么集体和个体之间这种关系，它是一种互益的关系，不是一个压迫的关系。那么具体到第三，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今天要讲的话题上来，比较快的我把这个过程过一下，稍微坚持一下。其实讲了半天观点，就是我们要理解中国现代的或者近代的知识分子，其实从这一点出发就够了。你要看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开始走向现代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简单的讲，中国是从1900年以后开始迈入现代社会，迈上现代社会这个台阶。那么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1900年以后逐渐形成的，那么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问题，权力的问题，那么由于个人权力的问题，由于整个国家的发展的问题，他们把这几个问题结合起来，那么他们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直到1949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他们的选择基本上是共同的，不管他们怎么样变，爱都是第一的，爱人都是其次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当中一个必然的现象。很简单的说，比如梁启超、严复，中国最早开始宣传介绍西方的自由思想就是严复，1895年开始陆续翻译出版西方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著作相关的这种理论。但是他到1905年、06年以后，你发现严复变了，原来鼓吹自由、鼓吹权力、鼓吹法治，到了1906年、06年以后，他基本上又回到主张专制。梁启超也是一样，梁启超1895年以后陆续开始接触这样的一些思想，那么参加戊戌变法然后失败了以后，然后跑到日本，到了日本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的这种所谓先进思想，那么开始鼓吹，那么主张这个启蒙，那么甚至一度还主张革命。但是1903年以后他的思想也变了，那么开始主张个人自由要服从于国群自由，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开明专制。你会发现中国的改良派的思想家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是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那么接触到这些思想马上就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进步到现在这个程度，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从每一个人的人性开始培养起，所以必须改造国民，然后必须给国民以权力，必须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最后达到实现国家改造的目的。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国民拥护国家，国民热爱国家，这个国家就强盛，那么国民受压迫，国民不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瓦解，就落后，这是他们的基本的观点。但是
1900年前后发生的变化，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1900年，八国联军，包括义和团事件。那么1904年，日本突然这个挺起来，特别是在中国的旅顺打败了强大的俄国，沙皇俄国。那么显示了他在国际上的这种地位。那么当时在日本，中国有数万留学生，还有革命者，还有改良者、逃亡者，那么他们都看到了日本的崛起，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如果中国不再抓紧时间，中国很可能就被日本给吞没了、吞并了，或者被列强给瓜分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危险是非常大的。他们之间的这种变化很明显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毛泽东是1919年开始涉足于政治，办湘江评论，然后发表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政论文章，写民众大联合。但是毛泽东1919年跟主要跟谁走呢？主要跟胡适，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他认为救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先做好每一点每一滴的事情，从小事开始做起，从个人开始做起，特别是从个人修养开始做起。毛泽东他们当时办了一个新民学会，是湖南的一批年轻人，都跟毛泽东岁数差不多，大多数比毛泽东还小。新民学会就是按照梁启超新民学的说法主张，那么要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开始做好工作。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最欣赏的不是列宁，不是1917年那个十月革命，他批评十月革命，他认为十月革命不好，用暴力的方式，用强力的方式强迫人改造思想，这不行。他主张要学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者，搞无血革命，搞面包革命，搞呼声革命，绝对不能搞流血革命。1920年年底11月以后，毛泽东在经历了一系列改良的这种实践，包括曲张运动啊，包括湖南，他准备在湖南成立湖南共和国，主张把中国分成27个共和国，说这个大国家管不好，就得搞小国家，然后学美国到时候搞联邦，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改造中国，每一个省搞好自己的事儿。结果发现这条路走不通，那么最后到了1920年11月25号以后，你看他的信开始变了，逐渐一直到12月以后，到2021年的1月份，几封信明显的开始接受了陈独秀，接受了他的同学，当时在法国蔡和森他们的意见，主张搞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他的逻辑回来了，他说如果要用和平改良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这个方法我们无产阶级要忍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100年。他说我们忍得了吗？他把自己也算成无产阶级。那么问题在于，在他看来，为什么要学俄国，是因为俄国的方式是无可如何筑路解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法子不踩，单要踩这个恐怖的法子，这是他的原话。他也知道俄国那法子那个方法按照他原来的观念是恐怖的、流血的、是强迫性的、是不好的，但是他认为那与其受100年的压迫，那么牺牲更大，那我们不如干脆一鼓作气把资本家政权推翻了，那么建一个新政权，建一个新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毛的这种转变，其实很大程度也是从救国的这样一个角度。他本来是想学胡适，想从个人的角度去争取权利，去争取自由，想学会怎么先去做国民。那么但是他发现这个过程根本实现不了，那必须先把大问题解决，国家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再解决。那么这里就不细讲了。有日本留学生，那么他们其实回国大多数人都是法政学院毕业的，都是学法律的，他们都主张法治，
他们在北洋政府下面，他们认为北洋政府已经开始搞了一套民主制度，法律已经开始奏效，所以他们反对南方的孙中山，反对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反对北伐。哎，等到25年以后，他们发现北伐就是那个北京政权那边一塌糊涂，三天两头的换人，根本这个国家维持不下去，这个政权维持不下去。那么最后他们倒向了这个广州政府。那么同样一个最典型的，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以胡适为代表的这么一批留欧美的这个知识分子，基本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是一向反对专制，反对独裁，主张人权，主张自由。但是1931年以后，9·18事变以后，1932年他们开始创办这个独立评论，他们的思想很快就开始发生分化。那个时候面临一个问题，要不要抗日，由谁领导来抗日？要抗日，中国一盘散沙，南京政府那个时候只控制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几个省，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军阀割据。所以他们呼吁要统一，但是要统一，如果没有一个具有强权强力的一个政治领袖、军事领袖，这个国家统一不了。所以面临了一个问题，要不要扶助、帮助、支持这样的一个独裁的政权出来。胡适和蒋廷甫和丁文江等等等等一批人，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分裂。蒋廷甫包括丁文江等等一批人，他们就公开的主张应该暂时放弃牺牲自由的主张，那么明确提出来应该实行新式独裁。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最有智慧，也是开放度最高的这样一个领袖人物，应该帮助蒋介石实现这样一种独裁。那么对中国来讲，我们至少跟今天相比，我们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特别是留海外的、在国外的中国人，尤其爱国。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知道，通过梁实秋的这个自传等等，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美国的哪怕是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受了欧美的影响，他们认为欧美的制度比较好，政治制度比较好，他们回国想照搬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并不想留在美国。我想大家如果了解那段历史，大家大概就会清楚，美国曾经通过一个所谓的猪仔法案，对华人的一个歧视法案，那么他们认为华人不干净，认为华人很龌龊脏，那么包括太落后，文化观念太落后，那么融不入这个美国这个白人社会，所以他们搞了那么一个法案。因为早期美国运了很多的华工过去当所谓猪仔，运过去然后去帮他们修铁路，那么铁路修的差不多了以后，那些人留下来以后，但是没有老婆，所以很多人想回到唐山，回到那个大陆去娶老婆，然后带到美国去，美国人就通过这么一个法案禁止跟大陆人通婚，那么你不管这样的这个大陆人不能带去，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就对华人一个普遍的一个歧视。那么这样一个歧视性的法案到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才取消。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在美国的大批的中国的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或者说青年学生，包括已经在那边可以就职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对美国的印象其实并不好。我这里举一个很简单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例子，梁实秋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的一个同学叫陈仁谋啊，那么他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店因为店里有白人不给他理，拖了很长时间就是不给他理，然后最后他生气了，他告到法院去了。美国的法律还是挺公平的，然后法官判这个理发师要给他道歉，那么理发师就专门上门来找他，悄悄地跟他说先生您千万不要到我的理发店去，如果您要理发，您以后通知我，然后我悄悄到您这来，你要到我店里来理发，白人就不来了，我的生意就没法做了。所以你看到美国社会对黄种人对华人歧视。那么他们几个同学
六个男生在大学毕业，毕业的时候然后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典礼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是一排男一排女并排一块往上主席台领那个毕业证书，结果美国女生没有一个人上来，不上，六个男生在那待了半天没办法，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最后只好他们那个校长过来，然后把他们六个男生排成三排，就当女的一块就上来，然后最后就领完了就下来，但是他们心里非常非常不高兴。你就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社会对黄种人或者说对特别对中国人这种歧视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正是因为这样，那么所以在海外的这些华侨包括留学生都特别爱国，哪怕他生活的那个条件也好，包括很多人在美国已经有教职也好可以做事业，他们还是要回。这个是当年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当然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强调一下，爱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并不等于就是爱某一种国家。我们知道中国在1912年一直到1949年，在大陆的板块里出了好多国，中华民国也好，伪满洲国也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好，还有什么福建人民共和国也好等等一系列国。那么问题在于哪个国家你认同，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认同，一个认同是文化认同，都是中国人，那么在文化上大家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一份子，但是具体到政治上，因为有共产党有国民党还有其他的各党有各种主张，那么它也就出现了关于一个一旦有一个胜负问题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么你选择哪个国家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举了三个知识分子都是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楚安平、张君迈。胡适是跟着蒋介石跑，那么张君迈楚安平是留在大陆跟共产党，张君迈去了美国，后来去了香港，一直就没有，既没有去大陆，既没有去留大进大陆，也没有去台湾，他始终坚持他的这个自由主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胡适本身是一个妥协性很强的人。我们知道蒋介石的台湾那个中国当年也是一个白色恐怖的一个时代，蒋介石为了选总统一次两次的选，胡适都受不了，这两次劝不希望蒋介石这个违法选总统，那么其实还是坚持要选。所以实际上那时候的台湾解严以前台湾基本上还是独，但胡适为了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中国能够长期的存在下去，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一直在委曲求全的帮助台湾人做工作，帮助蒋介石做工作。那么以至于他跟他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好友，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个当时有个杂志叫《自由中国》，主编是雷震。雷震1960年被蒋介石他们用这个各种名目然后抓起来，压迫他。那么胡适愣是没有出面，因为他知道他一出面去帮忙，那么最后肯定跟蒋介石闹翻了。但是这件事情对胡适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知道1962年胡适死的时候，就是因为底下有研究员给他提这种问题，那么他当时心脏就受不了，然后当场就死了。那么最后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1949年的理工科的这个知识分子，比如北大教授傅英，那么他已经在国外工作，夫妇俩都在，那么同时呢已经有很好的教职，而且有很好的这个工作条件，但是最后1950年10月还是下决心回国。那么他为什么？胡适那个傅英在52年思想改造当中他有很长的发言，我只讲他那个两个他觉得对他来讲刺激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最满意人民政府在大军渡江的时候打了英国的这个紫石英号，打完了以后还不光不道歉，而且还把英国人痛痛快快的教训了一番，他说出了我几十年来压在心头的一点怨气。他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然后工作了很长时间，受了那么多教育，跟美国的教授关系也非常好，但是他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在民族情感的问题上他还是倾向于，他觉得当中国人在美国受了很多怨气。那么抗美援朝以后他又说，
我们的志愿军将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打落花流水，我有生以来没那么幸福过。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情绪所带给他的那种刺激。57年，胡富英跟富英一起，当时有很多人讲了很多这个类似的话，但是其他人基本都被打成右派，富英没有。为什么？因为内参把胡适把那个富英的这个话大片都给报上去了，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看完了以后觉得人胡适那个富英说的不错，他还挺喜欢听，虽然他有些话讲的不见得对，但是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拥护共产党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意见，所以不要把他定右派，所以他就没被定成右派。但是他有些话真是比那时候右派还。你比如说他讲，我最讨厌思改造，有错才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他说我最看不惯那些年轻党员，跟国民党特务似的，老教授说话都要躲着他们，否则不知道运动什么时候一来，他们就出来揭发你，贴大字报。他说但是他说我最相信毛泽东周恩来，底下的共产党是上面好下面不好。那么问题是党，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他走。他最后就讲，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一生的希望就是中国有一天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对国家的认识，对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的认识，那看到的就是国家党所领导的国家那么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成就。比如他说志怀，当年的志怀，他说让他特别惊奇，仅动员用一个中央府动员了全各个省的力量，一下子把这个国家治好。然后土地革，从中国20年代开始，各个政治家都在提，思想家也在提，那么国民党也在搞，没有一个搞下去，那么最后共产党一下子就搞成了。他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共产党人民政府才能把这个奇迹实现。另外就是三反，哎，他看共产党三反的时候，他原来以为是假的，他肯定不会真搞，肯定是做一些样子，哎，最后发现怎么共产党搞自己的干部，哎，他就会觉得原来觉得党是自立的，那么任何党都一样，结果三反运动让我改变了，他发现共产党和其他的政党不一样，那么他不是专为党员谋利，否则他怎么会那么严厉整治自己的党员呢？所以在这里面我这里不念了，大家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就知道了。就胡适思想转变很重要的是一个民问题，一个社会改造的问题，一个是共产党的积极宣传和思想的那种正统灌输，那么它带来了身份的原罪，就是知识分子不劳动，自己是受资产阶级、受小资产阶级各种各样的这种长期教育，然后一直脱离劳动人民，一直没给国家做多少贡献，那么思想上有很多自私的东西、肮脏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个宣传、国家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的宣传。那么另一个顾颉刚，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顾颉刚他其实刚建国的时候一直到52年他对共产党的印象都不好，但是我们把那个他的4年的那个参加国庆典礼的日记，就是过国庆节的日记，那么找出来大家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就知道，52年的日记他基本上批评的，他说此次国庆节将中夜狂欢，这个局中同仁有疲弱者，闻之愁绝，盖秋叶凉绿胜雨，然后政府的人资产阶级一律穿什么笔挺西装，即红领结，妇女必须穿花花绿绿的旗袍，以便有外国人参观，表示国力富强，那么打破节约教训。他说尔来这个社会行为随整心术欲诈，盖导之自上，就是因为都是上面这个教下来的一些坏毛病，实益国家隐忧。他说如果你要切实的搞建设，何必做这些表面文章。你就可以看到52年他还在讲这个话。53年他去参加了那个国庆的那个观礼，然后他今日所见游行队那与昔日所见不同，第一，昔日多装美国狼什么剿匪帮，今节无知，那么二，昔年多打腰鼓扭秧歌，今亦无知，那么此计转变滑稽为严肃之争也。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批评还有，但是哎好点。54年上天安门的这个天安门的擂台，然后站了5小时，膝盖站得直硬，
再想到二十年前，然后9·18的时候，然后日本在长安街挑衅，汽车上大叔一个站子，日本妇女送茶，当时心很痛，心想到只要中国强，我死也甘心。今日所见，中国竟强矣，为之大悔。此节党之功也。59年，你可以看到，那59年刚刚人民大会堂刚建，十大建设，人民大会堂刚建好，可是今日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其伟大崇高真匪夷所思。又首次用一音收听器即麦克风，以发言者皆外宾也。此次国庆节，外国参加者83国，即包进世界诸国矣，盛大在此阵容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态一路下来，逐渐逐渐开始。那么最后我就不讲，实际就是一个观点，就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过渡这样的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过渡，在过渡时期里肯定会出现爱国还是爱人的这样一个矛盾，就是知识分子应该从全人类的利益，从全人类的这样一个怀抱出发，应该首先爱人，因为国是为了人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观，就是你国家，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国家，为什么要组织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拥护这个国家，那么是因为这个国家是保护我人民的，那么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才会爱国，那么如果这个国家压迫我，当然不会爱国，但是面对民族国家林立，然后强弱肉强食，强国压迫欺负分化分裂弱国的这种形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严酷的现实下，导致很多知识分子在问题上一定是有疑虑，那么最终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落后想保住自己的种，想住自己的族，那么一定会千方百计去保自己的国，所以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杨奎松教授的精彩讲解，相信在座的各位也受益匪浅。下面就是我们的观众提问时间了，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提出问题，积极加入到我们的探索与讨论当中来。同时，所有提问的同学将会获得我们最新一期的《星空志》一本。下面，哪个同学对杨奎松教授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提问。杨老师，就我刚感觉你的这个演讲有个问题，就是说，您刚之前说知识分子的定义是良心，后面又比如那傅明是一个这个理工科的一个教授。就觉得他好像不太符合你的这个定义，那是不是说这个那些文科的更符合你这个知识分子定义的教授呢，就更多的会选择去下一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如果说严格定义的话，那么应该是对公共事务，对公共的这个话题，那么对公共的问题比较关心，关心公共领域，关心人类的问题。那么其实严格说来，理工的单纯的追求某一种技术的这种知识分子，这种知识人，很难就是简单的把它归成为知识分子。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比如像傅英这些人，他们其实也经常，你比如我研究过，前面研究过那个，我先忘了。也是理科的，那么但是他们实际上经常在关心国家的大事，经常在关心政治，经常在就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发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因为他关心的是国家的问题，国家的事务。另外一个就是从选择的问题上来讲，其实跟文科理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有很多理科的也去了台湾，或者也留在国外，留在海外，那么文科的很多也留在了大陆，那中国大陆其实留的文科的这种教授也很多。你好，老师，就是现在那个当代大学生，特别我们说有一个流行词叫"系卵跑"，就是收集系卵跑到国外去或者之类的。就说因为现在那个当代的那个国际间的移民和流动是非常普遍的。然后有很多包括知识分子或者说青年学生，他们就是对感到对那个至少是本国或者什么情况感到在价值认同上或者格格不入，或者说出于各种目的也好，甚至是单纯的
个人发展也好，或者你不喜欢也好，或者等等，他选择移民，或者说特别是在然后在那个、特别是知识精英的一个外流，我想问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知识分子在何种意义上富有这一个自己可能不认同的一个但是却现存的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不能走的一个责任，而且特别是在一个大时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候，在那么这个时候的移民就更加具有伦理合理的问题，所以说希望老师能够对这个问题做一些下手。首先第一，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每个人怎么选择，其实我觉得见今天就像我讲的，你有一个认同，实际上是你自己个人的问题，它不应该有一个公共的一个谴责的问题，或者什么道德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应该放在一起来谈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过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也有类似的这种问题，但是当年的情况下，他们从自己个人的感情，他们其实考虑的不是道德问题，他们是从个人的感情出发的，所以实际上这个就发自己内心的良心，你想做什么样的选择，那就是你自己认同的一个方式而已。那至于说政治上你不认同，或者政治上你认为有隔阂，那就像胡适那样，你可以看到胡适实际上到了台湾他也很痛苦，但是他认为他要保留那么一个自由的天地，那么那个是一个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前途，一个蓝本，那么他希望改造台湾，逐渐推动台湾来变化，那么这是他的一个选择，这是他的一个理想，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这个其实不好。那我就是再比如说有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选择所谓维新政府或者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后来因为站队的一个失误遭到了后面是那一败涂地的选择，就在这个时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作为个人那他的是就是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全部的责任或者等等，是这样的认为吗？那好，我们说说你出自你的良心所做的选择，那么你自己认为对得起你的良心 OK，如果你事后发现你选择错了，然后你对不起人，你没有给你希望能够帮助的人民带来好处，那是你自己选择的错误。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您刚才在界定的时候谈到了爱国和爱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您可能是不是回避了这个国家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么在民国时期中他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这个关系，1949年之后共产党又与中国这个关系，就是爱国和爱人，我觉得可能在党和国这样一个界限当中不是特别的，我没有特别的听明，没有特别的听明白，就是我想您能够这个问题来阐释一下。其实我刚才已经反复在讲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本身呢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当年那么来主导，有的要建这个国，有建那个国，实际上在中国出现了好几个中国，那么不同的中国底下都有人，那么底下都有所谓知识分子，那么问题在于就是说，那么他对这个国的认识，也就是说这个国他不是看这个党本身怎么样，他是看在这个党的主导下这个国家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也就是他们其实首先第一个是文化认同，都认同中国，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那么问题就在于政治上不一定是完全认同的，认同共产党的国不见得认同国民党国，认同国民党国不见得认同共产党国，那么但是问题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或者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变得更好，或者是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能变得更好，只是这么个选择。首先第一个，作为知识分子来讲，因为从周作人来讲，我没有做过周作人的研究，所以我不知道周作人是不是有那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那样一种强烈的对公共意识那种关怀，或者对于人类的前途那种关怀，就是他做选择的时候他是出于什么样一种考虑，那么如果他纯粹是出于个人的考虑，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么还有就是他也可能出于其他的方面的考虑，那是我不了解的情况。我这个理解为在您的这个定义，就是只有达到那些条件应该是比较高的一个标准，用那个谁的话来说，就是
就知识分子首先要做个世界公民，如果你只是一国一族的这样的完全为自己的这个族群考虑，那么你称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的知识分子。建国之后，新中国成立那个本土阶段，好多知识分子，包括以前的很多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像黄永来、金岳霖，他们本身有着自己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政治的理念，但是他们后来也都是接受了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法。我觉得他们好像并不是唯心的接受共产党，他们可能都是或者出于你刚才说的这种知识分子的原罪，或者是一种出于爱国的考虑。他们感觉，但是后来到文革结束之后，他们又开始反思，就是他们建国的时候，他们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发自肺腑的。虽然他们原本就有自己的一些哲学思想观念，但是文革之后，他们又开始反思当初这种选择是可能是错的，就觉得对他们这个是选择，你是看法？其实我想的话，你刚才看刚才讲的毛泽东其实他也有自己的选择过程，就是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个知识分子，他在面对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个学习的过程。他最初的时候，他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这种影响，然后他要通过亲身的实践，然后去验证这样的一种理论或这样一种观念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或者实现他的理想。那么最终有些人他认为实现了，那么有些人是认为失望是没有实践，所以这个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就没有实践的过程，那么简单的根据外面一个理论或这样一个理想，然后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的，那这肯定是不牢靠。所以如果他的个人的经历包括他看到的一切，那么他认为是值得反思，需要反思的，我想那么这个反思也是值得的。好，由于时间问题，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当代的公知和教授之间的这个差别？然后第二就是您认为公知能够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其实公知和这个教授之间没有什么差别。问题在于就是说，教授可能是教方方面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教授不关心公共问题，不关心所谓的人类的大问题，不关心所谓人的权力地位的这种权力问题，因为他关心的是他的事业，他的那些专业方面，这个也是重要的教授。所以如果单个把这个公知和教授的一个对比的话，我觉得对不起来，很多公可能就是教授。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公知的概念把它负面化，就可能有些部门他们认为公知就是反政府，那我觉得这也有点刻板化。其实我刚才讲的所谓关心公共话题的，那么热心去考虑公共事务、公共事业，那么这样一些人，那么在公共领域当中活动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其实本身，只要他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关心人的问题，去解决人的问题，去设计、去思考，那么我想，那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加上"公共"这个词？我觉得可以不用加。我特别同意这个阿伦特对那个谁的评价。他说其实知识分子最主要就是你能不能做世界公民，就是你内心当中是不是把自己真正当成一个超越于国家、超越于党派、超越于民族的这样一个思想家。你去思想的问题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群体，而是涉及到整个人类的一些大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就当然这个知识分子概念会很严格，或者说局限性非常大，很多人可能都纳不进来。但我想这个是一个理想，就是知识分子本来它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我们都在讲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他关心的是社会的普遍性的问题，他不是站在某一个利益群体上去考虑。好，谢谢。好的，那感谢现场观众的提问，也特别感谢杨奎松教授的耐心解答。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道路上面对着政治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的选择都根据于民族国家的基础，而一些选择也确实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再次感谢杨奎松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